外国女佣从下个月起将能够接受婴儿护理培训课程。这个由外籍女佣援助与技能培训协会提供的课程，总时长80个小时，只在星期天上课。上课时间前后呢，10个月，费用180元。协会表示，除了基础技能，课程还将传授特别针对本地多元种族环境的特色技能，例如马来族的传统产后护理以及华人的婴儿推拿。协会还将争取相关的大使馆认证课程颁发的技能证书，让女佣未来回国也能够继续受用。